家好，我是江先进，是作家、艺术家，也是暴云斋的创办人。那这里啊，是我们暴云斋山区来到这地方，的第二个中秋节。我觉得这两年来这边非常的丰富，很感谢这片山水，让我跟碧婷在这边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工作，而且在这里产生了很多很棒的作品，非常感谢大家。